甲的唐展琴。好，展琴，嗨，来，然后这个示范一下，就喂他吃一个球，球滚到后面，然后玩具就会拆掉。好，所以这边是简易式的玩具改装，然后接过来这里到这两点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投一个。好，这一只是兔子哦。好，好 ，OK， 所以可以训练小朋友投掷能力。好，谢谢展琴。拜拜。